本年度第十五届萬錦亞洲文化美食節 Taste of Asia 暨慶祝加拿大150周年活動，由 TD 道明銀行首席贊助，定於本月23至25日喺 Kennedy 同 Steels 再度舉辦。香港女歌手江若琳將於24日星期六晚上8点親臨現場表演。特別鳴謝贊助 TD 道明銀行、GM Buick Canada、柬埔寨王國 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、聯合主辦機構萬錦市嘉華聯會、萬錦市政府、APMC。查詢電話90594611137。